我们要在就是首次进入问天舱和那个梦天舱两个实验舱，建立载人的环境，然后还要利用首次利用气闸舱和小机械臂，还有大小机械臂的组合臂来完成两到三次的组装活动任务，在问天舱外。 来完成舱外的设备的安装，还要完成两个实验舱的十几个机柜的解锁安装测试等工作，还有大量的科学的实验，还要进行太空授课，还要再为首次就完成整组的轮换，共同和15整组来驻留到10天的时间。